哎，大家好，我是 K，然后，有一段时间没有录这个了东西了，录影片了，因为前阵子在整理那个，在整理就是 Lino 开服的一些资讯，花了一点时间去弄那些整理那些语控制的那个 command line 啊，整理一些那个控制的指令，然后现在终于比较有空上来，啊，就稍微把那个。新的住的地方稍微整理一下，然后我等一下好了，我也把那个插件的规划做了一点点变动。现在我们就是，等一下，把那个音效调小一点 我们现在除了就是原本的插件以外，我们现在多增加了就是那个 NCNO 的插件。所以现在就是会有像这样子，会有农业啊，还有砍树啊等等的等级，然后会有一些相对应的效果，就好玩而已啦。然后另外一个重点也是因为这样子在挖矿的时候会比较快一点。然后就是本来没有打算要装那个砍树插件。但是因为后来就是有玩家觉得就是提啊，就是其实如果有装的话，可以维持就是景观好看一点，因为就是很多玩家就是可能看到那树比较高啊，就没有把它给砍完了，就会造成很多那种浮空的树啊，在地图上面出现。还蛮不美观的，所以最后我们就最后还是决定就是把砍树插件装上去，然后反正大概也是不太影响游戏啦。我现在想那就这样吧，大致这样子，改变是这两个啦。然后那个 Lino 那边那个新伺服器的一些测试啊什么的，应该也是插件啊，主要是插件安装的测试也都做的差不多了。因为那时候最大的问题其实是什么声音？最大的问题啊，其实是在最大的问题其实是出在那个 dynamap 身上，因为 dynamap 在那个没有任何 warp server 的情况下，它是可以独立运作的。可是当它就是要跟那个它的当它存在的组织上面已经有一个 warp server 的话，就像我现在如果我把 WordPress 也把它建在那个 server 的上面的时候，它就会有没有办法正常启动它的内部的 web server 的问题，所以有稍微针对那个地方去找了一下它的那个设定值，然后去把那个把那整个资料调整过来了，所以现在哟，所以现在应该就。是之后地图的部分也没有问题的，其他东西也都 OK 了。然后现在有点累，可是因为我开着录影程式，所以导致我就是电脑的反应有点慢。那 可以看到现在很多玩家都在比赛，看谁的那个，哎呦，挂了。很多人都在比赛，就是到底谁的那个 NCNO 的技能等级比较高，大家都在疯狂的冲他们的等级。所以如果你进来就是打 NC Top，看一下那个列表，就会看到大家就是都在冲这个等级。我现在是因为我有盖一个那个 Train Farm，所以在那边有盖一个 Train Farm，所以我现在靠砍树技能不断的往上增加之后。就是有让那个这等级赛追到前面的人，然后这边怎么会有一块这个悬空的东西？看一下，把它砍掉。现在有装砍树插件了，所以 就是它会自动帮你把树砍完。然后回种这个部分好像有时候会不太正常，所以可能大家再注意一下，就帮忙再就是如果没有的话，有需要就把它回种回去。
然后目前 server 的状况啊，我稍微看了一下那个 log 的记录，几乎吧，白天的时候都会有大约5到10人左右在线上，这个数字还蛮惊人的。我没有想到，就是会最后会吸引到就是这么多人可以同时在线上。很多是从我之前去过的那个 server 的玩的那边的玩家就移过来的啦，因为之前的 server 关掉了嘛，就开始越来越多人过来了，所以他们现在都是集中，我先看一下，他们现在都是集中住在这个中间的地方，所以常常他们在那边聊天。如果你有任何问题的话，他们应该都可以帮忙解决，因为这边的伺服器的设定大部分都跟我们这边原本的玩这些玩家。原本带的伺服器的设定没有相差太多了，所以原则上他们都可以协助，而且经验也都蛮丰富的，所以应该都可以向他们询问看看，如果有需要帮忙的话。然后我有注意到，就是好像在出生点附近啊，有一些废弃的建筑物，就是应该是暂时不会动它，但是如果时间久了之后啊，可能会看状况要不要，就是把它稍微把它清掉吧。我不太确定，或者是我可能把重生点换一个地方，就是可能换去。我不晓得，会换一个地方吧，这也有可能，到时候看看好了，这个再说，都等先搬家了之后再说。然后中介的部分啊，就是那天有先去试着，有没有几个人先去打了一下那个中介龙，然后但是目前就是那个中介我没有重置过，因为我想要确认一下那个新伺服器的状况，所以到时候我们下礼拜六。下礼拜六更新，就是搬家之后啊，我中介的部分我们会再重新再去进入一次，然后再打一次龙看看，看看整个游戏的顺畅度如何。希望是可以很流畅，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应该就还 OK 了吧？我想就是伺服器的那个整个的相关的设定啊，然后它的那个RAM 的容量什么的，应该都没有什么问题了。然后我们的网，我们那个 WordPress，我们架了一个 WordPress 在那个网站上面，然后在同一个主机上啦。然后现在我也有申请一个新的 domain，你可以透过这个 domain 直接继续存取到我们的，哎，对，可以直接存在我们的网站。然后因为我把那个 domain 底下主要的部分当做是我自己的 blog 在使用，所以这你进来的时候，你可以直接点这边进去，或者是你就是在网址上面直接打上斜线 Minecraft，也可以进入到那个我们的我现在架的这个 blog 上面，然后上面都会公告一些就是任何伺服器新的状况啊，或是有任何的更动，或是有停机需要做调整的。然后我也做了一个简单的讨论区，然后讨论区里面，现目前只有这样了，就是一个是针对 bug 或是有问题的部分的一个回报，然后一个是讨论区，目前应该没什么人上来，因为现在有加入会员的人，加入这个论坛会员的人也只有加我就只有3个人而已。然后这边之后插件的部分就是。因为 NCNO 的部分比较多指令啊，需要做介绍，所以这个我跟那个部分，我可能之后还会再稍微再整理一下。这个目前都是旧的了。然后，如果你有需要知道伺服器的搬迁的公告的话，你就是可以在这边看到。然后搬迁之后，我就会把这个公告拿掉，然后把伺服器资讯跟线上地址的位置都改掉，改成是我们现在我们到时候新的位置，然后旧的 server。我可能会拿来做一些娱乐性质的东西吧，反正它到8月12号合约才结束，所以暂时计划是会就是把我以前用过的那个 Twilight 的那个游戏的 server 再拿出来玩一下。然后还有什么呢？大致上应该是这样吧。然后最近有发现蛮多，就是从香港跟从大陆来的玩家。不过就是，我是不晓得他们从来找到这个伺服器的资讯的，这件事情还蛮妙的。
所以看看吧，我也不太晓得。到时候有碰到再问好了。我觉得这件事情还蛮有趣的，怎么会传到那边去？可能是因为巴哈的关系吧，我想。然后这边现在我就是做了一些简单的东西，然后因为有 NCNO，所以 知道的人可能就知道，除了铁砧以外啊，我们现在还可以使用那个就是铁砖来修东西，或者使用金砖来拆解东西。所以，比如说，我现在手上这个是一个有受伤，也就是有使用过、有耐久度已经下降的铁斧。我只要身上只要带着，就是铁块，然后拿着这个东西对铁砖点右键，它就会显示，就会开始修理它。然后同时可以就是去练你的那个修理的等级。然后这边也可以，这边也可以，也是因为拆解好像需要到一个等级以上吧才能使用，所以我还没有办法，还没到那个等级。但是好像视频上已经有人已经玩到可以拆解东西的等级了，所以我现在还在慢慢的就是练这个技能。感觉还不错。不过要注意，就是修理的时候会把你的附魔的部分给刷新，就是它就会失去它的附魔的部分了。所以如果你有附魔的东西，还是必须要用一般的铁砧来修会比较好。好，我在这边也做了简单的仓库，但因为现在还找不到牛了。虽然我还有那个皮革，可是我还没有做那个画框，因为暂时也还不太确定会不会这样放，所以就不要弄那么复杂，就简单用这个牌子把一些东西放一放。然后，有。目前伺服器上面的生物的状况就是马都很正常出现了啦，就是大部分都没什么问题。然后就是剩下就是看大家有没有什么 bug 或裂格的回报吧，因为目前看起来，因为有些插件多增加之后，是有点担心会不会有小问题。好，那我今天大致上是这样吧，然后。因为我其实我已经花蛮多时间在整理那个，就是伺服器这些程式的设定了，所以最其实就是一直都没有什么时间上来。那如果有在玩这伺服器的玩家看到这个的话，就知道就是其实大家都已经盖的不知道到哪一国去了。我目前我所知道的部分是已经有人做出那个村民繁殖场。也有人已经做出大型的生怪塔，然后也有那个，也有什么大型的伐木的木头木树木的伐木场也有做了，还有我想一下还有什么，还有我看一下哦，我知道他这边我们已经做了，就是铁人。铁人的那个，还有这里还有一个铁人的那个生怪塔，铁人牧场，铁巨人牧场已经做好了，这是非常神奇的一件事情，我也不知道到底怎么做的，我自己也不太清楚。然后我们现在大家计划是，就是更新伺服器之后，就是换伺服器之后，打完中介之后再来，我们下一件事情就是会安排那个安德塔的制作，然后这部分我应该是不会参与到，因为这个是麻烦其他的玩家协助做这件事情，所以可能到时候就是那个部分就是只会有一些照片记录下来吧，我又麻烦他们帮忙就是记录一些东西下来。然后我想目前看起来发展的比较好的地区应该是这里吧，然后我们这边还蛮集中的，还有。我知道是在南边这边也有一群人在这里。那，这边这是什么东西？怎么有块？哎呦，这是谁的住的地方？为什么没有红点？这么的帅气，这是谁啊？好，没关系，不管。反正世界很大嘛，那
觉得其实就是要维护一个伺服器，其实还蛮花时间跟心力的啦。就是从整个调整那个插件设定什么的，然后跟玩家沟通啊，比我想象中还要花时间。当然，其中最麻烦其实是因为我同时把别的东西架在 server 上啊，所以就是在一些设定上面常会有一些小问题，然后有时候是在处理那个我原就是 Minecraft 以外的程式的问题，就还蛮杂的。做一阵子之后，就会觉得其实好像单纯的当个玩家好像还比较好一些。但我这可能见仁见智了。不过我还蛮开心，就是有听到，哎，怎么下不去？哎呦，应该从这边下去。下去了，就是有听到有玩家跟我讲说，就是他觉得这个伺服器还不错。那我觉得很好奇啊，为什么会还不错？其实我没有装什么东西啊，就是很简洁的东西而已啊，为什么会不错呢？不是应该要多装点东西，就是可能会比较有趣吗？然后他们才跟我讲说，就是因为这个伺服器可以，就是因为没有那么多的。没有太多复杂的插件啊，所以，游戏上在玩的时候会比较觉得轻松自在，然后也比较有趣一点，才不用去记那些很复杂的，去记很多很复杂的东西，那样反而对玩家是个负担。我也同意这点啊，所以那时候其实我在弄的时候，我也是朝就是这个方向在做，所以也。我才会没有装点地插件，就是想要简化那个整个操作上的复杂度，让它可以再更简单一些啊。越简单的东西越好嘛，就是你不需要花时间去学习，就可以很快的进入状况。我觉得就是比起去弄清楚那些指令，好好玩游戏才是比较大的重点啊。南方这边讲一下，这是我现在正在就是整理的一个矿场。就是以前，就是那些那个从旧伺服器过来的那些朋友啊，就是其实有在邀我说，可能要搬家搬过去，就我也还蛮想搬过去的，因为感觉很有趣，而且该有的东西都有了，只是就是我这边也都玩到一半了，就是现在这时候又要再搬，哎呦，这是 NCNO 的那个插件的新的功能吧，就是有显示怪物血量。然后我们伺服器上面是没有提供那个直接传送的功能，可是哦，对对对，这么讲，虽然之后还是会介绍，就是虽然没有提供那个功能，可是 NCNO 里面有提供个组队的功能，组队的玩家是可以互相就是直接传送的，不需要经过确认或者什么。所以如果你有好朋友一起要玩的话，就是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就是快速传送。虽然它指令比较长一点点了，然后我是不是好像有看到钻石？对，回味已久的钻石，一颗。哎呀，好小气啊！好。好了，这集其实也没有要干嘛了，我也不，没有想要录很久的意思。
因为我再来应该最大的目标是要赶快收集一些资源，然后尽快的，就是开始那个做一些别的事情。因为现在这个新的地方也农场也蛮小的，我还没有做得很大，可能也还需要再做一些别的东西。诶，为什么这边会挖成这样？好，不管。然后就是，有在想要再赶快做一个那个，就是农场，自动的，比较半自动的农场。不过我看一下，先整理一下，火把好像不够。哦，也有，还有。然后还要整理的是铲子。刚在讲什么？就是还没有盖农场啊，然后 计划是这边应该会做一些，就是之前在那边有做过的，就是甘蔗机啊或者什么的，然后可能会再把它稍微做点调整吧，因为我还是觉得那种做法有点没有效率，可能会做个比较有效率的甘蔗田，然后还有做一些水流式收割的东西，我其实已经有想稍微想一下位置了啦，只是碍于现在就是我觉得好像，首要目标应该是多收集一点钻石类的东西会比较好一些，因为钻石有点不够呢。然后铁矿是够了啦，然后可能需要再多一些的金黄金。这样才能够去做一些那个村民僵尸的转化，然后来养一些村民什么的。不过其实没有僵尸三怪装要做这件事情，感觉好像蛮麻烦的，而且也不知道怎么他们分离开来。这个嘛，应该还是有办法吧。我再去网络上找找看好了，有没有什么？但是最好的方法其实应该是用透过僵尸生怪砖做这件事情了，因为目前那个有一个玩家有做出来这个东西，就是有做出村民的繁殖场，也是因为有找到僵尸生怪砖的关系。感觉伺服器再来好像就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太多需要再做调整的了吧？感觉上应该还好，所以就是 这个系列的影片可能再来就会比较少做跟伺服器设定有关系的内容，再来应该就会比较是在游戏上吧，就是，但我还不晓得会做些什么啦。想必就是跟现在一样，就是很像在聊天一样的，就是时间就过了。总之就是看着办吧。哎，为什么这边有个洞？然后真的，我都要挖到，没挖到什么，没挖到什么钻石哎，这是为什么？哎，钻石，哎，2颗耶，刚讲完就有了，而且幸运有启动变5颗了，太好了，应该要赶快去复个，就是幸运搞才对。现在这次只有 Fortune Two，让人实在觉得有点不太满意啊，发动的效率还蛮，哎。发动的效率还蛮低的，我觉得。这样子交换一下好了。
后然后再来应该会规划做一些，再来有计划要做一些就是交通设施啦，因为是跟之前那些朋友住的地方的距离有点远，所以可能会做一条地下铁路过去，然后把整个南方的那个交通系统就是串起来。然后，之前好像有提过要做别的东西，要做那个什么，Bucky 的研究，就是把那个呀。要把那个告示牌的可能传送或者是那个商店系统商店的功能给弄出来，但因为就是最近这2个礼拜啊，其实我都花时间几乎都花在那个就是 Linux 的设定的东西上面，所以我没有再去多研究那个了。然后甚至是后来我在做整理那个 Dynamic 的档案什么的，所以暂时可能那个东西会先搁着吧，因为目前就是玩家的数量来看。应该也还不需要去，就是做那个商店，因为名牌什么的，其实真的需要使用的量没那么大，反而是那个，怎么说？反而是找马这件事情比较麻烦，反而不是马鞍或是名牌，因为你要找到一只就是你觉得好看的马，然后。又不能离你太远什么的，然后你要把它抓回去，其实这个事情还蛮麻烦的。看一下我到哪里。哦，越挖越南边。嗯，这应该要先往。东北边挖才对。好了，那可就这样吧。你没有特别要说什么。然后，如果有人加这个脸书的话，就是伺服器的这边上面就会越来越少了。这边会之后会主要就是放我自己个人的东西了。我也有讲过说，就是之后的资料，就是伺服器的资料都会放在这边。现在就是期待下周换伺服器之后。可以一切顺利啊，因为我还是有点担心，就是同时十人在线这么大的使用量，然后不知道会有多少的硬碟读写，因为 Lino 的那个硬碟并不像我现在使用的这个主机商，它是那个固态硬碟，所以它只是一般硬碟而已啦，我有点担心它会不会来不及读取，就是会有一些。错误，因为我只有一个玩家在上面，只有我一个人在上面的时候，其实测不出来。可是我一直没有机会等到，就是有足够多的玩家同时在那个测试伺服器上面，因为其实我一直都有开着嘛。如果大家有注意的话，就知道我的测试伺服器其实我经常是一直开着的，就是我在等机会，就是看会不会有多人上，人多一点上去，然后可以去做一些检测。然后我也固定都会去看他的那个 log 的记录看看。那目前看到比较常看到的问题是那个，有人连线进来的时候可能品质太高，就是导致那个就是连线错误啦。我不太确定为什么会太高，有可能只是因为它是区网或是什么比较不好的网络吧，猜测上是这样了。那这个我就不晓得了。我穿的，这是哪里？看一下有没有钻石呢？这边有没有钻石呢？好像都没有。我发现这样子就是一边聊天一边讲话一边玩，真的会忘记自己在讲什么。啊，黄金！
是不是这一块的这个地带的那个矿物是比较充分的、充足的？我看把什么丢掉，丢掉好了。好像是耶，这边为什么这么多东西可以？看一下这是到底是哪里，就可以往这个方向来寻找新的资源，在这边。就感觉好像可以去这个村庄看一下，可是我记得好像这个村庄有住人，就是，这是新的村庄吗？这是新的，等下这是新的村庄，旧的村庄是在这个位置，因为有一个人住在这边，这个好像也是旧的村庄吧，是不是？是谁住在村庄里面？这个人住在村庄里，所以我这个是新的村庄吗？还是？不对，我之前好像去过了哈，对，我之前应该去过了，哦，所以我可以或许可以在这个地方做一个那个，啊，也可以。现在其实这边东西也蛮充分的，好吧，那就先这样吧。然后，他们真的好热闹，这里好想搬过去哦。好吧，我想我来慢慢采集我的资源好了，那我们就到这边吧。哎咻，下次再见啦。